混蛋一连两天在北流举办演唱会，特别找来两位披荆的嘉宾。第一天是金曲新人洪佩瑜，第二天更是搬出歌王许富凯，让全场歌迷直接嗨翻。双手有你牵，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在你心里也无人知影，时间就自然调出车。偏偏我是一个过嘴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，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凄惨，虽然脚步踏到这呢乱，我嘛犹原行，不惊人情冷暖。阮的双手有你牵，养在你的身边，惊无人知影，是感着自然跳恰恰。奇异点了吧，够不够？谢谢。再一个尖叫声，许富凯。今天来呢，不只是这样子，我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你们。现在那个市面上都有流传一种都市传说。什么都市传说？就是说，只要我送东西，送这个东西出去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拿到一个讲座，应该是四支讲座吧。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来，没有，这不知道哎。你们来，这个呢，我特别哦，跑了好远的地方，就在那个忠孝东路 Zara 旁边的那个店买的啦。哦，真的好远，好远好远。红红的，难道是？是袜子吗？还是？开运红内裤。不敢穿、oh、我跟你讲，你们要下次在入围金曲奖的时候就把它穿去。等一下，有一件 XL 是基丁的。对啦，对 XL 是我的没错，其他人就 S 号就够了。而且我在还有纸花色效果。而且我在买这个内裤的时候，那个阿姨还跟我说，你一直人要穿到细腻。
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啊，七鬼鬼搞，我给他跪啊。哦，然后趋吉避凶了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这四件内裤呢，希望可以带给你们好运。我们也算是很少表演台语歌曲，唱得很好。对，我真的是很就是紧张。我们在练团的时候，傅凯哥也是给我很多的那个指导，就是那个含泪跳下那个含啊，就是我原本是唱那个含流珠泪跳起来才比较文雅一点。对，我刚刚说我们中南部呢会比较直接一点，含流珠泪跳恰恰。所以我今天就很勇敢，就不用喊了，就给他赶下去。哎，那我们听一下他们怎么赶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唱一次吗？站在你的身边，惊让人知影。是。这是什么场面啊？韩式的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听到六千人的喊一跳恰恰。也是这两天有发一首新的电影主题曲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些小家伙啊！小家伙。有啦，我最近就是帮了一个电影叫做《我和我的赛车老爸》演唱了主题曲，叫做《南风》。对，可不可以现场清唱一下给我们听？皮胖子嘞，那我就唱一下，来。阵阵南风了解阮的苦衷，如今家乡已经变作他乡，望恁身体健康，期待搁再相逢，敢会当？原谅少年时的懵懂，这样就好了。哇！哇，这个清唱，你真的自带一个音响在你的那个喉咙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清唱就这么好听，真的是太。我不要讲太多，因为刚刚一直有人跟我说，时间太长了，真的我。对，我把舞台交给你们，我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哎，走，快走，谢谢傅凯。